那再让我下个探子吧。他说可是我压力去不了中国。嗯，这人有五万平方，什么概念啊？五万五千平方，他们一般的这个就是现在基本上90%的小窑炉，应该能出到2万平方，然后这些窑炉呢能出到5万五千平方。哦，我算的很多都没有什么大工程，全部是火山的。这公司在火山出生的。这条窑炉是七条是用电，七条光电。太多了，你们自己出口的包装没有贴品牌？它一般就是在标后面是打的 Made in China，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包，没有什么打品牌，就是。